Roundabout Bistro and Cafe 位于巴杜巴汗繁忙的三角坡 Roundabout 旁，以守护森林的龙猫为主题，寓意着保护巴杜巴汗仅存的50年代复古式建筑。提倡健康饮食概念，售卖无添加糖、无水、无防腐剂的养生果汁。有机生菜也是自己种植的哦。不只是这些，在这里还能享用到西餐、中餐、甜点、红酒以及各式不同种类的啤酒。一间咖啡，四个主题，环境舒服，有种回到小时候外婆家的感觉，非常适合聚餐、派对、下午茶以及下班后小酌两杯哦。